上好，欢迎您来到德云社三里屯剧场观看本场相声大会。首先请您欣赏夸住宅表演者丁凯刚、杨潇台。谢谢大家的掌声啊！谢谢您，相声大会这就开始了。是喽，我们这是头一场节目，第一段啊。头一场节目什么作用呢？嗯，很多观众啊还拿着票，哎，在找座位，没坐好啊。其实这个听相声啊，嗯，跟您去饭店吃饭是一样的。哦，这还有相通之处吗？到饭店往那儿一坐，嗯，先上来的肯定不是大菜，是什么呀？都是开胃小菜。嚯，什么花生米呀、啊？嗯，拍黄瓜呀、啊？是，拌个海带丝儿啊，哦，啊，我们俩呢，嗯，就好比是这个小凉菜啊，让您先开开胃啊。但是人说了啊，我来饭店不是吃小菜的哦，想吃大菜，人都想见好的。您别着急，嗯，您稍微等一会儿，别忙，大菜一会儿就都上来了。是啊，啊，有这个王八汤啊，对呀、啊，王八蛋啊，嗯，哎，一会儿就都上来了。不是，嗯，咱这一后台王八精，这是你说的啊？我呀，今儿队长可在。没他我还不说呢。你在暗示什么？没有，这您这勾着我说的。没有，就说呀，后边有更好的节目。哎，我们都是小学生，对，但是也得做个自我介绍，应当讲一讲，让您认识认识。太对了，我叫丁凯刚，哎，德云五队的一个小学生，是啊，一个小学员。啊，没有什么名气。您这是客气啊。旁边这位，我杨潇台。哎，是我杨老师。您老师好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两位大哥对我的肯定。别过来呀。嗨，好嘞。大哥，我跟他比差哪儿了？没得说啊。哎呦，我去。我活30多年，第一次听见有人夸我帅。没事，我耳朵好。哎呀。你会说单口吗？会。怎么还走了你？干嘛上来气人来了是不是？没有，这不聊天吗？这是不是花钱了？我花钱才买一个呀。俩呢，一边一个。那我多买点好不好呢？看得出来呀、啊。嗯，大伙儿喜欢您。哎，谢谢大家。相声说得好，您夸奖，也受大伙儿喜爱。哎，多跟您学习。哦，您客气。您看我们在台上啊，嗯，都穿着大褂。对了，但是身份不一样。这有什么区别呀？你看我们说相声为什么呀？嗯，养家糊口啊，这是工作。人家不是，我呢就为了玩儿，我喜欢这个。哎，家里边有钱，嗨，贴有钱干嘛？不止这吃，嗯，那没钱怎么能请得起两位大哥呢？对，我这钱也少点，您对不对？嗯，家里边有钱，倒是多少有点。住那房子跟我们也不一样。房子怎么了？你看我们要不就住楼房，嗯，要不住平房，可不这样吗？人家啊，嗯，别墅。就是那个层多一点。哎，北京啊，大别墅，嗯，五层，地下4层，对，就这个户型、啊。我买了一停车场，啊，地下4层，不是应该是地下1层，地上4层，地上4层，哎，啊，而且那个家里边车都是好车，车不错，特别有钱，嗯，反正用一句老话来说吧，怎么讲？您家是家大业大，嗯，家大业大，有的是蛤蟆，对。他们家呢？我花钱买那些蛤蟆干嘛呀？不是蛤蟆，老话。不能买蛤蟆的。老话嘛，老话是不能这么说呀。家大业大，嗯，有的是鞋袜，这还不如那蛤蟆呢。家大业大，有的是裤褂，嗨，家哎对，嗯，家大业大，有的是爸爸。花钱没有趁爸爸的，知道吗？不是怎么说那话？家大业大，有的是骡马，大骡子大马，这是老话。您家是良田千顷，嗯，树木成林，是米面成仓，呵，煤炭成垛，金银成躺，票子成刀，现钱成堆，骡马成群，鸡鸭成闸，鱼虾成池，锦衣成套，彩缎成箱，簪环成对，珠宝成匣，好物成台，美食成品，姐妹成恨，兄弟成仇。对，都打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啊。兄弟们和美，兄弟们和美，哎，不打架。嗯，我要没记错的话，您家上辈是老哥仨，没错，对吧？哥仨，老哥仨。对，你有一个大爷，有啊，有一个三叔，没错，还有一个二大爷。哎，哥仨，这老哥仨呀，关系特别的好，亲密无间，称得起是忠厚传家呀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这老，
有点乱啊。我们家上辈老哥仨，对，我有一大爷，嗯，还有一三叔，嗯，还一二大爷，这不老哥仨吗？我爸爸哪儿去了？挑一个，挑一个，这有挑的吗？这个不是，这不老哥仨是吧？嗯，有个大爷，对呀、啊，有个三叔，哎，二大爷吗？不，就乱这二大爷身上了。嗯，大爷三叔这没错啊，哦、都对，这是我爸爸。哦，明白了，哎，明白了，是你管你爸爸叫二大爷，是，他们管你爸爸叫四爷爷，这你说的吗？没有那么乱，就是行二的，这是我爸爸，就你爸爸行二，对，排行第二，这才对呢。老哥仨关系特别好，嗯，就别说这老哥仨了啊，就你大娘，呵，你母亲，哎，你婶子，是这狐狸们，这妯娌们。说清楚了啊，狐狸是妯娌，狐狸妯娌差不多，别介、嗯、差着两条腿呢。说清楚了，妯娌们，妯娌没吵过架，哎，没拌过嘴、嗯、跟亲姐们一样，哎哎，他们老杨家呀，哎，是个大家庭，哎，和谐大家庭，多少辈儿没分过家，太对了，但是到他这辈儿就完了。怎么叫完了呢？没人了，人口少，财齐人不齐，呵，他大爷，嗯，没儿没女，多可惜。你看你三叔呢，嗯，不孕不育，这病也不是怎么得的。关键你爸爸，哎，没儿子。您听听这，这么大的家业没有人继承，给老哥仨急的呀。我比他们还急呢。你急什么？我爸爸没儿子，嗯，我爸没儿子，我打哪儿来的呀？石头里蹦出来的。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。哎，我呢是，嗯，还暗含着伦理根呢，你这个。不是什么叫你的错误，我说错了。哦，说错了，我刚才说错，没说清楚，您解释明白了，是你爸爸有你之前没儿子。哎，这不废话吗？这生你生的晚呀。那倒是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，老来得子嘛。啊，你爸爸有你那年都91啊，是90，那可能就有不了我了，岁数也太大了。这是什么？51岁那年，51岁才有的你。对，晚点能不疼你吗？那肯定的呀，老哥仨拿他呀，嗯，当心尖儿。哎，就那么疼我。老哥仨拿他呀，嗯，当活宝，就这么爱我。老哥仨拿他呀，嗯，当命根子。您听听，老哥仨拿他呀，呵，当眼珠子，就这么爱。您算算吧，是老哥仨就一个眼睛。哎，这是俩瞎子一独眼龙，这还用数啊？废话，什么叫老哥仨就一个眼珠子呀？就如同一个眼珠子似的，那么疼爱你。把如同说出来，掌上明珠啊。嗯，对对，老哥仨关系好啊。嗯，平时在家里边都待一块儿，是有事也一起出去。哦，你爸爸在前头走着，呵，你大爷跟你三叔在后边扶着肩膀，关系近吗？老二，老二，你慢点儿，回来。你再走过来，那爪就刀死你了，知道吗？那爪子坏了，这不还是俩瞎子独眼龙吗？这个，我说瞎子了吗？晚上看不清，得扶着点。对，上岁数了，不扶着就掉够了，这个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是吧？你甭说那么细致，就如同一个眼睛似的。那你也别戳呀，疼你，疼你，哦，是，最疼你的不是这老哥仨，谁呀？你母亲，这对。对吧？母爱最无私嘛，母爱是最伟大的。哎，从什么事儿能看出来啊？哦，断奶断的晚。我小时候晚上爱吃奶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今儿在这儿透露一下啊，小时候吃你母亲奶吃了几岁？哪有当众说这个的？你没事，今天你个正来这么多朋友，后边还有这么多摄像大机，就因为有摄像才顶瓜呢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没有聊这个，你还害羞害羞 ，Don't be shy， 不是，说说，这法文没明白这什么法文，这英语这，啊、你悄悄告诉我，我悄悄告诉你，没有说出去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11岁，哎，大哥您是知道是吧？别嚷嚷出来呀、啊、你啊。我说只小点事儿，小点事儿的。11岁应该上5年级了。哎呀，全给说了，对吧？5年级，对，人家上学得带着饭盒去，嗯，你得带着你妈去，有带着家长去上学，你得吃饭呀，要不给你饿坏了。哦，还非得带我妈去，是不是？哦、而且各位看啊，他为什么身体这么好？身体不错，跟这个副乳喂养关系特别大。那我就齁死了，还齁死？副乳喂养像话吗？这是。
不是腐乳喂养，母乳，母乳喂养，哎，对不对？关键啊，哎，就说你母亲奶好，是是，营养丰富，嗯嗯，对不对？他一个人吃不了啊，他爷爷呢又不爱吃，没我每回啊，这没有我爷爷的事儿，爱吃也不能吃，就反正就说吧，嗯，他每回吃完了，呜，又胀起来。就是来的奶快，他吃完了，呜，又胀起来。嗯，怎么办呢？是胀得难受啊。哎，他父亲想一主意，怎么办？挤瓶里，拿一个塑料膜包好了，套个皮筋儿。第二天呢，挨家挨户给人送去。后来呢，就要我是那牛犊子是不是？不是给人送吗？没有送奶的这玩意儿。反正就说呀，嗯，你母亲最疼你。那倒是。小时候要什么给买什么。那爱我吗？上的学呢也是最好的学校。那肯定了。光有钱不行。还怎么着？家里边还得有势力。哦，势力。哎，他爸爸自己享受生活呀。嗯，在北京通州那边，哎，买了一块地。哎，对，盖了一所宅子。呵，按照老北京四合院那么古色古香的。哎呦呵，今儿在这儿夸夸你们家这宅子怎么样？这可是露脸的事儿，老住宅，没错啊。要说你们家那房子呀，嗯，那真是远瞧雾气昭昭，近瞧全是土包，就跟一块儿。我们家买的是坟地，是不是？坟井房嘛。坟井房像话吗？那就是看坟的少爷，那就是啊，不是土包，不是土包，近瞧瓦窑四少，瓦窑四少，嗯，门口有四颗门槐，有上马石、下马石、拴马的桩子，哎，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呗，路北广亮大门，上有门灯，下有懒凳，内有回事房、管事处、传达处，二门四扇绿屏风，字打金星，四个斗方写的是足疗保健，摘吗？对，足疗保健像话吗？不是足疗保健。斋庄中正，斋庄中正，哎，背面是足疗保健，何德？我们家非干这个，你干什么？严肃整齐，严肃整齐。嗯，进二门，方砖漫地，海漫的院子，夏景天高大天棚三丈六，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。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，茶叶墨色的养鱼缸，九尺多高的夹竹桃，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，各养鲜花，各养洋花，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。正房五间为上，前出廊后出厦，东西厢房，东西配房，东西耳房，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，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。我们家都直肠子，你吃完就拉呀。东跨院厨房，西跨院茅房，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，嗯，满都是明摘夜合的窗户，可扇的大玻璃。是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，冬景天是紫口的封门。进屋一看，真是画露天机，别有洞天。您再说说这屋里的摆设，迎面摆丈八条案，上有尊窑瓶、狼窑罐、宣窑的盖碗、古月轩的果盘，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，案前是硬八仙、香石心、配罗垫，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。嘿，桌上摆文房四宝、纸笔墨砚、宣纸端砚、湖笔徽墨、通鉴天文地流。有颜照、名人字帖，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字画，嗯，有唐伯虎的美人、米元璋的山水、刘石安的扇面、铁宝的对子、板桥的竹子、松中堂的一笔虎字、乾隆的闹龙金匾，还有道光亲赐你们家的自杀宝剑。自杀宝剑，镇宅宝剑，镇宅宝剑，嗯，绿纱鱼皮鞘，金饰件，金吞口，上挂黄绒丝绦，有一丈二的穿衣镜，一丈二的隔几案，五尺多高的八音盒，珊瑚的盆景，碧玺九套，风不同金珠翡翠玉磬，有座钟挂钟带个钟，子儿表对表寒暑表。好，要讲究戴表，嗯，谁也戴不过你爸爸。怎么？一般人戴块手表，哦，最多揣块怀表，到头了，也就这样。你爸爸戴表都上谱。怎么叫上谱？要戴金客套、哦、银客套、铜客套、铁客套、金三针、银三针、双卡的、单卡的、乌利文、亨德烈、欧米伽、劳力士、菊花、梅花、金公社、瑞士浪琴、西铁城、有威利威、一威波、威波地。左手拿着小闹表，右手提了八音盒，头顶大座钟，怀揣着挂表，脖子套着子母钟。